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rie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今天咧同大家嚟看一个在丹坑的豪宅楼盘，今次比较特别啦，就是很近很近 Stanley Park， 咁所以咧呢一个 building 咧，大部分的 unit 咧向北咧都会望到 Stanley Park 啦，或者海景啦，向南嘅高层少少咧就会望到 English Bay 嘅。咁、那个楼盘嘅名咧就叫做 1818 Alberni， 咁就喺 Alberni Street 呢度嘅。呢一边系 Alberni Street 啦，嗰一边咧就向北边嘅。咁呢一个楼盘仲有一个好特别嘅位。兩個其實一個咧就係一梯咧係三房三個單位嘅全棟樓，樓高21層，由四樓開始係住宅單位，四樓上到21樓，總共18層嘅住宅咧，每層三個單位就總共得54個單位，而且呢54個單位咧係有54隻積嘅，就變咗係一個好高檔啦、好高端定制嘅樓盤。因為發展商係知道咧買呢一類豪宅又望到海景啦，然後有一梯三房啦，大家都可能會想係特別啲嘅，唔想話係一個量產形式，每一層樓個積都一樣，咁所以每一個積都會有啲唔同嘅。佢主要嘅會所設施咧，都會喺四樓呢個平台，有啲 common area， 有啲 party room 啦。咁樓下 street front 咧，亦都會有啲嘅街鋪嘅。然後中間呢度咧，會有少量嘅出租單位。咁 basically 就呢一個大樓嘅整個嘅建設㗎啦。呢一個樓盤咧，我哋係講緊係賣比較高檔嘅 service 啦，同埋佢嘅定位，所以佢係配備咗一啲大部分樓盤冇配備嘅 service 嘅。其中一樣咧，就是將來發展商咧，佢係會訂咗 Rolls Royce 嘅呢啲專車咧，係可以俾每一户有一個 quota 嘅數量咧，係每一年咁樣係可以去用佢嘅，即係可能係drop off service 啊，或者可能你出去飲酒啊呢樣嗰樣啦，咁你預先預訂咗咧，佢就可以嚟接送咁樣嘅。咁呢一個其中一個 service package 啦，咁佢仲有一個咧好智能式嘅 entry service 啦。咁大家見到咧，無論佢係停車庫即係 garage 嘅門口啦，定係你個 building entrance 咧，佢都會有呢啲 facial entry 嘅，即係話其實佢可以認到你嘅樣啦，咁就知道你係個住户，就俾你 entry 入去啦，就唔一定要係再傳統咁樣去 form 啦。咁但當然啦，如果除咗你係住户之外，譬如話你男朋友啊，或者你爹哋媽咪啊，會經常嚟嘅，都可以 register 落去咁樣嘅。咁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包括你揸車翻去車庫嘅時候，佢都會 scan 到你嘅車牌。如果你個車牌已經 register 咗喺佢嘅 system 裡面咧，都會自動放 entry 俾你嘅，亦都可以 register guest 嘅 parking 啦。係啦，大概就係咁啦，食翻佢先。咁我哋去睇一睇呢個示範單位。咁發展商喺售樓中心咧就做咗三房嘅示範單位。咁我哋而家即將入去睇嘅咧會係 A17 啦，係17樓嘅三房單位。咁大家記得咧，全棟其實得一個西北 corner 嘅三房單位啦。咁所以咧係得18個咁多嘅啫，由4樓去到21樓。佢一個 building 咧係有兩部 lift 嘅，三房單位咧係有一個獨立嘅 lift 上嚟 service 嘅。這個 lift 咧打開門就會去到你屋企噶啦，你有個自己私家走廊嘅，咁但係另一部 lift 咧就係 for 另外兩個兩房單位嘅，所以大家過嚟睇呢個質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呢個 elevator， 你出咗 lift 之後咧，呢個灰色嘅 elevator lobby 呢一個位咧，就係屬於你嘅 kind of 係私家 area， 但係咧佢冇計入質嘅，即係你嘅2196尺室內面積咧係唔包呢度，亦都唔需要為呢一個位嘅管理費埋單，但係咧每一層得一户部 lift 去到呢一層停，就係得你自己入到嚟嘅啫，所以其實係你嘅私家地方，係啦。咁同埋仲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呢個單位咧，佢分咗兩道門嘅，前後門。前門入去咧就係 living room 啦、廚房、客廳。當你開 party 開得好開心嘅時候，如果你嘅小朋友啦或者老人家翻嚟唔想經過呢個 area， 你都可以行後門，直接入到去咧後邊咧係住宿地方啊。嗱，有一個套房、主人房同埋第三間睡房，總共有3個套廁，再加一個俾客人用嘅 powder room。咁三房嘅單位咧，就係將呢個嘅會客區啦、遊玩區啦，同住宅 area 咧係分開咗嘅。咁我哋而家就入去啦。首先我哋而家入去嘅呢個位咧，大家想象其實呢個係一部 lift 嚟嘅。嗱，呢個 elevator 啦，咁你入咗呢大堂上嚟，呢邊一開門咧，入到嚟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啱啱講嗰個私家走廊位啦。咁你淨係一層得一個三房啦，所以得你自己可以用呢個私家位嘅，你可以掛啲畫啊、鏡啊咁樣去裝飾一下，然後嚟到呢一邊正門咧 ，for 呢個 unit 咧就會喺呢邊入啦。
然後呢度仲有一個走廊嘅，呢、这個走廊過去其實咧就係、是、有個後門噶啦。你唔使過嚟，呢、这個位就係個後門嘅，你都可以直接入去咧，就係、是、睡房嗰啲 area 噶啦。咁我哋今日睇示範單位咧，就係、是、正門開始睇起。咁由呢邊開始咧，已經有咧每一個單位嘅特色嘅一啲嘅選擇。咁呢一個樓盤咧，主要都會用好多石材啦，同埋木材兩者去融合做一個設計嘅一個形式嘅。咁我哋入嚟望下先。咁入門口咧。已經係見到咧，係你好開揚嘅景觀啦，同埋咧就係大嘅廚房、客廳、飯廳嘅位置嘅。好啦，咁我哋咧由廚房開始睇起。咁三房單位嘅廚房其實都好巨型嘅，後面長條型嘅廚房啦，然後呢一度咧有一個好大嘅中島，目測咧大概係八尺半嘅長度啦，四尺半嘅寬度嘅。除此之外，入面咧仲有一個中廚嘅。咁我哋睇咗出面啦，陣間再同大家睇中廚嘅。咁講咗 island 先 ，island 嘅話咧，佢主要咧。都是由呢個大理石、天然大理石啦，同埋實木個材料拼接而成嘅，所以有啲 design 喺度，大家見到。咁呢度咧有 waterfall 包邊啦，前面大家已經可以開始見到咧，佢呢一邊包咗落嚟嗰個石面咧，其實咧佢係暗藏咗兩個櫃嘅。咁佢嘅做工咧都係45度個切角呢度，咁你就可以拼翻埋入去啦。呢一個之外咧，仲有呢一邊。兩個櫃咁樣嘅，咁大家見到呢啲櫃咧都係石面啦，所以佢入面嗰啲鑰都特別勁嘅，有三個咧比較重型嗰啲廚房嘅鑰位咧去承托支撐佢嘅重量嘅。咁嚟到呢一邊咧就已經係 island 位啦，咁呢一個大概係兩寸半左右厚度嘅一個木紋嘅實木嘅台面，係啦，然後 waterfall 呢一邊咧都係繼續咧以實木設計去做落去嘅，咁呢度應該可以坐到2至3個人啦。咁呢一個 sink 咧，大家見到而家佢直頭。係用咗大理石去做埋呢個升級嘅，咁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 upgrade item。嗱，呢一個發展商喺或者咁講啦，我哋呢一個樓盤1818 Alberni 咧，佢充滿咗唔同嘅高端定制，有好多唔同嘅 upgrade 同埋選擇，咁所以係 cater 去每一位尊貴嘅客人咁樣啦。咁就係當你去揀呢個樓盤嘅時候咧，可以做多啲同人哋唔同嘅嘢。咁譬如話呢啲石材啊，嗰啲顏色可以揀啊幾隻 color scheme 啦，包括櫃面有啲咧，大家見到而家呢個。三房單位咧，佢嘅櫃面係用咗石面嘅。我哋陣間可以睇一個兩房嘅 sample kitchen 咧，佢又係冇用石嘅，用翻普通櫃面。咁啊，睇你自己 mix and match 想係點樣啦。好啦，呢、這個 island 啱啱我哋望咗啦，佢嘅下邊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儲物空間，大家可以望到呢一度咧就係配翻大理石面啦，配翻木紋嘅櫃桶，然後呢一邊咧有個垃圾桶位，一格兩格，仲有第三格、第四格啦，然後呢度仲有個櫃桶，金屬面喺度嘅，可以擺濕嘢。下面呢一度咧係洗碗碟機，洗碗碟機係 ASCO， 我哋又講下呢一個樓盤嘅電器組合。咁咧佢嘅大量大部分嘅廚房電器咧都會係用 Wolf and Sub-Zero， 洗碗碟機、乾衣機、洗衣機咧就用咗瑞典嘅牌子 ASCO。咁大家會留意到咧 ，Island 呢邊咧同埋呢邊主食場、主食 area 呢一度咧，佢都係用咗同樣 style 嘅大理石啦。咁但係咧嗰啲櫃面咧就用咗唔同嘅材質嘅。呢一邊咧就係咁多啲係金色、暗金色包邊嘅一啲櫥櫃面啦，咁都幾靚嘅，睇落去。嗱，我哋望一望啦，上邊係儲物空間啦。下面呢一度咧就有蒸汽焗爐同埋焗爐嘅選擇嘅，佢都係用咗 Wolf 呢個牌子嘅，而上面呢一個咧係可以 upgrade 做 steam oven， 下面咧就係佢配俾你嘅大焗爐啦。咁呢啲嘅話咧都係最新嘅 model 嚟嘅，好多嘢都係自動可以拉出嚟啊咁樣嘅。仲有一個好好嘅 function 咧，就係咧佢係可以咧連接你嘅手機，即係話你唔一定要下下人喺呢度你先去喐佢嘅，你 connect 咗你嘅手機之後咧，你可以喺你翻屋企之前就預熱啊，或者將啲食物擺入去做。定先咁樣噶啦，咁下邊咧都係一啲嘅儲物空間。嗱，呢一度咧成個台面下邊都會有儲物空間啦，然後入邊都有 LED lighting 同埋做好咗 organizer 嘅，入邊都係呢啲深色嘅包邊面啦，感覺上咧都會比較高級嘅。呢個下邊咧都會有一啲嘅。設計嘅元素喺入面嘅，有啲木紋咁樣嘅。咁呢一塊台面嘅話咧，爐頭咧就係一個我比較中意嘅 size， 36寸，所以你可以擺啲好大嘅煲煲鍋鍋咁樣啦。然後上面呢一啲嘅櫃咧，全部都係石面嘅，大家見到佢特別多鑰嘅，比起平時我哋見到嘅樓盤，係啦，唔同嘅儲物空間啦。好。然後呢一度咧，爐頭下面繼續都係唔同嘅儲物空間，全部都有櫃桶，大櫃桶裡面仲有一格細嘅，亦都有 LED lighting。呢啲掹出嚟咧都係45度角嘅切面嚟嘅，係
上面嗰層有燈啦，下面嗰層就冇啦。然後咧就係呢一個咧36寸嘅大雪櫃啦。咁佢個牌子咧係 Sub-Zero 嘅。咁 Sub-Zero 嘅牌子呢一個雪櫃係特別貴嘅咧，主要有好多優點同埋原因嘅。簡單啲嚟講，佢個保鮮度係好高嘅。大部分嘅食物咧，如果你擺喺 Sub-Zero 嘅雪櫃裏面咧，佢嘅保鮮程度咧會比普通雪櫃咧高差唔多一倍左右啦。個原因係因為 Sub-Zero 嘅雪櫃設計咧，佢其實係有個更加好嘅換氣 filter system 啊，變咗佢係有多啲嘅鮮風鮮空氣入去，就令到佢嘅保鮮度咧可以比起傳統普通牌子嘅雪櫃就更加提高嘅。好啦，睇完咗呢個廚房 area 咧，入邊呢度咧嗱 ，suppose 有道門嘅，咁就會係呢個中廚嘅 area 啦。咁我入到嚟咧，佢就用咗唔同嘅顏色嘅材料啦，譬如話呢啲。就唔係大理石啦，呢啲係 quartz 嚟嘅，成幅牆上面都有 quartz 嘅，咁亦都係 wolf 嘅抽油煙機，呢邊仲有4個 gas 爐頭，下邊咧亦都係唔同類型嘅儲物空間咁樣啦，然後轉角位有多個星喺度啦，下邊櫃底都係有燈嘅，仲有一個定制咗嘅酒櫃喺度啦，咁可以差唔多都擺幾多酒下嘅，大家見到成個雪櫃咁大噶啦，一格格咧全部都可以拉出嚟，可以 set 唔同嘅温度，呢邊咧都有啲細格嘅櫃桶。我嚟做儲物嘅，咁呢個咧就係三房先有嘅中廚，兩房就冇啦。好，我哋睇完咗廚房空間之後，我哋一路可以慢慢行入去sleeping area 啦。呢個就係大客廳啦、大飯廳啦。客廳我大家見到佢放到個 sofa， 即係可以坐十幾人嘅 party 嘅啦。然後都有個好大嘅 sliding door 咧，可以出到去個露台啦。露台嘅空間咧都比較闊落嘅，都可以再擺到大 sofa， 甚至再擺到餐台 BBQ 咁樣嘅。咁呢一邊咧亦都係做平咗嘅，露台出邊亦都係鋪咗地。你行出嚟個感覺就會再舒服啲同埋高雅啲啦，就唔似我行水泥地咁樣啦。咁然後嚟到呢一邊咧就係飯廳 area， 依家呢個咧就係6人至8人台啦，後邊咧都仲有好多位嘅，所以再擺張大圓台喺度宴客咧都冇問題噶啦。嗱，我哋行到呢一個位嘅話咧，可以睇下咧佢呢個仲有一個 smart home system 啦，係 connect 咗你全屋嘅啲 lighting system， 仲有就係啲窗簾同埋 music 嘅，而家播緊嘅音樂啦，包括你就算自己再裝嘅音響都可以。connect 入去咧，咁就喺度 control 再连手机咁样嘅。咁而家譬如话啲 shades 啦，嗱，譬如我而家揿 goodbye mode， 咁咧 goodbye 啦，我离开屋企啦，冇人啦。咁大家就见到佢嘅 lighting 啦，开始慢慢调暗啦，然后所有嘅窗帘啲 shades 都落咗嚟噶啦，然后翻屋企啦 ，welcome。Welcome 咧，啲 lighting 咧又開始開翻啦，嗰啲 shades 咧又開始可以上翻去咁樣啦。咁呢一個 system 咧就係呢個樓盤裡面配有嘅。好，我哋由呢一度入去開始咧，就會係個 living area 噶啦。咁首先第一步入嚟嘅話，就係一個 powder room。咁呢一個 powder room 咧就係半次嚟嘅，主要都係 for 大家平時方便啲，唔使行入房啦，同埋客人嚟用嘅。咁佢呢一啲 signature wall 或者係呢個 wall 上面嘅呢一啲鋪嘅 tiles 咧，都係有得選擇嘅，亦都會 match 翻佢嘅 color。去配翻隻色俾你嘅，咁然後咧呢一個係嗰個圓吊嘅座次啦，呢邊一個圓筒型幾有設計感嘅洗手盆，分開兩邊，呢度仲有一個可以放洗手液嘅一個設計喺呢度嘅，咁呢個就係個 powder room 啦，亦都有塊鏡 set 咗喺度啦。咁 powder room 對面呢一度咧，其實就係第三間睡房，呢個係最細嗰間睡房嚟㗎啦。咁依家咧發展商咧就將佢改造咗做書房，所以冇放床嘅。咁但係咧目測嘅話，呢一間房都可以放到。Queen size 牀啦，亦都會有窗，有一埲牆。呢一邊咧就係衣櫃，咁到時咧會有翻門嘅，大家可以睇到入邊衣櫃嘅組合咧，亦都係到時咧交樓標準嚟㗎啦。會有 lighting 啦，亦都有呢啲嘅放衫嘅板啦，同埋啲嘅櫃桶咁樣嘅。好啦，我哋去睇下另外兩間房。咁除咗第三間房冇套廁之外咧，另外兩間房咧都會係有套廁嘅。呢一個咧係一個 storage 或者 den 嚟嘅。而家發展商咧就將佢改造一個 wine cellar 咁樣俾大家放酒啊或者點嘅。咁呢大家可以到時再設計啦。嗱，呢個走廊一路行入嚟咧，嚟到呢一個門就 suppose 有道門喺度啦，咁就係主人房嘅 area 啦。首先就會係有個洗手間，我哋睇下主人房洗手間先。咁主人房嘅洗手間就非常之大嘅，我覺得佢成個洗手間除咗天花板啊，即係幾面嘅牆同埋地下咧都係鋪咗同一個 style 嘅磚嘅。咁呢啲磚咧大概16×32寸左右嘅 size， 咁有個好大嘅可以行路嘅 area 啦，一個好長嘅洗手盆嘅 area 同埋 countertop 嘅 area， 兩個 sink 啦。然後咧，呢啲細格嘅咧就係 medicine cabinet 嚟嘅。
中間呢啲咧就唔喐得噶啦，大鏡嚟嘅，上面都有 lighting system 啦，下邊咧亦都有 LED 燈，然後呢啲位咧亦都已經裝咗一啲比較靚仔嘅插電嗰啲電掣喺度嘅，係啦，咁呢一度成塊咧都係大理石，亦都係好厚嘅，呢度有包邊喺度嘅，咁跟住下邊咧就係儲物空間啦，拉出嚟一架大櫃桶。嗰邊咧就係冇冚埋嘅，就係一個 design 嘅 cabinet 咁樣咧，就可以放一啲 open 嘅嘢或者 display 啦。好啦，然後咧呢一度咧就係有嗰個浴缸喺呢度啦，亦都有個可以拎出嚟嘅 shower 啦。然後呢一邊嘅話咧就分開兩個玻璃門啦，一個咧就係入去 shower 嘅，方便你 shower 完出嚟之後立即就係去浴缸嗰度啦。咁呢個 shower 咧就係鋪磚作為底座啦，亦都有一條長磚型咧係愛嚟做去水位嘅。然後呢一度咧亦都係有個台，你可以坐低喺度或者放嘢。咁有一個 ring head 喺上面，亦都有一個可以拎落嚟嘅。shower 呢一邊咧就係坐廁 area， 咁亦都係圓吊馬桶嚟嘅。咁後邊大家見到咧呢一塊咧成塊咧就同出邊鋪磚唔一樣啦。咁佢其中一塊 signature wall 啦，就係放咗喺洗手間呢度嘅，係好大塊嘅石材嚟嘅。咁我見到佢上邊呢度係一塊啦，去到隔離都係，中間個磚縫喺中間嗰條縫喺呢一度嘅，下邊又係一個完整嘅一塊咁樣啦。好，跟住呢邊度係都係平嘅，做到出嚟。咁我哋睇完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我哋入去繼續睇下佢嘅 walk-in closet 啦，同埋主人房嘅空間啦。我哋睇咗主人房先。主人房嘅 size 咧，相對係大部分嘅樓盤嚟講咧，佢都大噶啦。呢一個咧 California King size 咁滯咁大噶啦，兩邊咧都仲有兩個好闊身嘅床頭櫃。咁然後呢邊咧仲有個推出去少少嘅空間啦。Suppose 我記得三房單位咧，應該係有個露台可以行出去嘅。然後呢邊咧有一幅大嘅牆可以放電視牆啦，呢一度頭先入嚟嘅位咧都有凹入去少少嘅，如果大家可以做一啲譬如話係一個窄窄地嘅坐嘅一啲小梳化啊嗰啲都 OK 嘅。咁然後呢度入嚟咧有一塊嘅玻璃門，咁呢一塊係茶色玻璃嚟嘅，咁入到去咧就會係你嘅 walk-in closet 啦。咁佢咧亦都係定制咗呢啲櫃俾你啦，咁啊擺鞋喺最出邊，入邊呢度有高高低低唔同嘅架咧，俾你放唔同長度嘅衫褲鞋襪啦，然後亦都有啲櫃桶嘅。咁配色上咧，地下係深綠色啦，而側邊呢啲咧都係 match 翻地下嘅顏色，啲櫃咧就係白色嘅。感覺上咧嗰個設計同埋啲燈光效果，好似去咗啲高級時裝店咁樣。好啦，咁睇完咗主人房之後咧，我哋就睇下第二個套房啦。啱啱睇第三間房啦。第二個套房咧就經過呢一個細走廊，嗱呢一度咧係有個 laundry space 嘅 laundry， 頭先講過啦，佢係用瑞典牌子 ESCO 啦，上面都有做咗呢一啲嘅呢個係 cordless 石英台面，一啲嘅吊櫃同埋一啲嘅擺衫嘅通，亦都有 LED 燈，咁呢兩道門咧係可以閂嘅，係可以成道拉出嚟，咁樣去閂埋佢嘅，係啦。而洗衣房嘅對面咧，就會係一個第三個洗手間，第三個 full bath。頭先睇咗個 half bath 啦，係 for 大家客廁啦。呢個咧就係 for 第三間睡房嘅人用嘅洗手間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厚嘅大理石台面嘅洗手盤啦。咁上面呢個咧就冇 cabinet 啦，純粹係 LED 燈條。然後下邊咧就大櫃桶儲物空間，圓吊馬桶啦。然後呢邊咧就係一個 shower。嗰邊有嗰個可以掹落嚟嘅花灑頭毛巾架喺呢度啦，咁然後而家最後咧就睇埋第二間套房啦。嚟到呢邊有門喺度啦，入到嚟之後咧，呢個咧就係個套房嘅洗手間，都有一個幾大嘅洗手間嘅闊落嘅，咁就長條型嘅台面空間。咁今次有冇發現個個台面嘅石有少少唔同咗啊？咁就係有少少有特色啦、個性化啦，但係唔好話成間屋啲嘢都係一樣咁樣噶啦。Four piece 嘅洗手間咧就兩個 sink 啦，長台面有電掣，下面有燈，呢度咧都有大嘅櫃桶。長長短短嘅，呢、這個裏面仲有格細嘅，係啦。跟住咧地磚都一樣啦。呢、這個洗手間咧，我就留意到佢冇成個洗手間鋪磚啦。呢邊啦係鋪磚，呢一度鋪磚啦，隔離兩邊就冇啦。亦都係一樣圓吊嘅座廁，同埋呢一個咧 shower stall 咧都係可以行入去，好闊落嘅。亦都係鋪咗磚做底座啦。呢邊都係可以拎落嚟嘅 handheld shower， 同埋上面有個 ring head 嘅，係啦，有少少唔同啦個設計。呢一個咧就係個 second bedroom 啦，咁個 size OK 嘅，我感覺比頭先嘅主人房係細少少嘅啫，亦都有露台空間啦，有個 sliding door 出去露台嘅，咁呢啲咧就係衣櫃空間，咁佢做咗個櫃門俾大家睇啦，係啦，入邊嘅櫃都同頭先係好相似嘅。
好啦，咁我哋睇完曬成間屋啦喎，依家，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呢一邊咧出翻嚟呢一個細走廊位 ，suppose 呢一度咧就係、是、有道門嚟嘅，咁呢一個就係呢一個 unit 嘅後門，咁你都可以喺呢度離開啦。呢一個樓盤一啲唔同嘅著色同埋用色，咁有好多好多種選擇嘅，分享唔曬啦。但係就咁睇嘅話，大家可以見到咧，中間呢一隻咧係我哋頭先去參觀示範單位嘅嗰一隻配色啦，金金地、黃黃地、黑色一個比較 dark 嘅 color scheme 啦。咁另外咧，仲有一隻比較特別，呢個係好多樓盤裏面好少見到咧，係偏自然青綠色系嘅一種更加 natural 嘅一種效果嘅，都好多係南非嘅石材，然後咧係運翻去意大利嗰邊加工切割咧，咁樣再去做嘅，包括佢所有嘅櫥櫃都係意大利櫥櫃嚟嘅。咁我哋見到呢一隻顏色咧就比較特別，真係比較特別，好少見啊！尤其係温哥華，感覺上比較多咧係量產嘅一啲嘅 project 咧，咁比較少見到呢一類嘅效果。咁我覺得都幾靚嘅其實。咁如果呢一隻綠綠地色啦，下邊就配一啲銀銀地、銀灰色嘅櫃桶，咁都幾酷嘅，冷色系啲啦，係嘛？係啦，咁如果係呢一啲櫥櫃面嘅話咧，你嘅地板色系咧都同頭先類似嘅，都係啲深咖啡色左右嘅啲選擇啦。咁除咗呢兩隻色之外咧，我哋仲有第三隻色可以睇嘅，嚟呢邊。咁呢一隻咧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咁就係多翻少少咖啡色嘅元素啦，同埋多啲唔同嘅花紋嘅。咁大家可以見到呢一隻啦。咁呢一隻嘅配色咧會再更加跳脱少少，紅多啲啦，亦都有啲咖啡色再 strong 啲嘅配搭。咁洗手間咧反而係淺色啲嘅，呢個係下次嗰個 powder room 嗰個砌磚嗰個顏色啊，有白色淺色啲啲啦。過嚟望一望咧，我話最特別嗰只好少見清清綠綠嗰只色出嚟個效果係點啦？咁發展商做咗個兩房嘅 sample kitchen， 咁兩房因為個面積細啲啦，900多尺到1300尺左右，所以個廚房就冇辦法做到三房咁巨型啦。咁佢就會係 standard。再大啲嘅 size 啦，咁一個 L shape， 再加埋一個中島，咁大家可以體驗到嗰個效果係點啊？即係綠綠地色啦，成片啦，再配呢一隻咧係灰灰綠綠嘅櫃面。咁頭先有講過嘅，呢個樓盤咧係比較多 custom 或者係 upgrade items 嘅。如果大家咧已經係滿足於呢一隻櫃面啦，覺得咁樣簡約啲好嘅，咁 OK 啦。但如果大家覺得啊，我都係中意石面喎，可唔可以將某啲櫥櫃面都變成係石材面咧？其實都係得嘅，都係一個字傾嘅。咁樣一樣 item 可以同發展商傾啦，我哋呢邊都會盡量幫你爭取到最多嘅優惠啊，或者係將一啲嘢咧去 mix and match 得最靚嘅。嗱，洗手間嘅話，我哋今次見到佢個 color 唔同咗啦。如果用咗呢一隻 color scheme 嘅話咧，就會淺色啲啦。咁啲地磚啊、牆磚各方面都會淺色一個系列嘅。咁包括呢個洗手間嘅台面嘅呢一塊石咧，都係淺色啲嘅。一樣都係鋪磚嘅底座啦。咁但係今次呢啲磚咧又係淺色少少嘅。咁所以大家我哋今日就喺個發展商嘅售樓中心咧，都已經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所以大家到時喺諗呢個樓盤嘅時候咧，就可以花多啲心思啦，去 tailor make 你自己最中意嘅單位咁樣啦。咁而家咧 Lander 呢一個嘅樓盤咧1818咧，其實已經差唔多準備可以發售噶啦。咁所以咧，我亦都將已有可以 share 出嚟嘅 floor plan 啦，同埋啲嘅資料咧，譬如 feature sheet 佢入邊有啲咩 upgrade items 啦，或者係有啲咩比較特別嘅，因為呢個樓盤其實有好多講唔曬，我都記唔到咁多嘢一下子。有好多特別嘅 service 啦，因為佢始終係單攤嘅豪宅級比較高嘅樓盤啦。咁我會將呢啲嘅 information 全部就上咗喺我個網站 carrykwai.com/1818，咁大家就可以喺上面見到嘅。其實個 building 咧就喺呢一度啦，咁我哋咧距離 Stanley Park 咧係好近嘅，基本上行5分鐘左右就可以行到啦。就你見到呢個海灣，亦都會見到啲遊艇啊、遊艇會啊、樹林啊，同埋遠少少嗰個海峽啦，同埋西溫北溫嘅1818 Alberni 喺呢度啦。咁呢一條街咧就係 Alberni Street 嚟嘅，你一路咧向住東邊行呢一條街咧，都可以話係乜嘢都有齊曬噶啦。最近就 Whole Foods 個 market 咧，又行幾步就可以買到餸啦。食嘢嘅話咧，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大扎呢啲係只係發展商篤出嚟比較高級嘅一啲餐廳，其實你成個單攤嘅話咧，大把嘢都高級、中級、低級都大把嘢可以食到噶啦，所以都係好方便嘅。shopping 嘅話咧，嗱呢一度咧啊，住得喺單攤嘅話咧，最方便就係去買唔同嘅名牌嘢啦。咁呢一度咧都 list 咗呢一扎嘅名店，基本上都係聚集喺 Alberni 呢一個 area 嘅。咁大家無論係行路過去啦，定係搭車揸車啦，或者你可以用呢個 Rolls Royce 嘅 service 啦，咁就係去幫你買完嘢之後咧，就載曬啲嘢翻嚟又得嘅。
咁我哋頭先睇咗個三房嘅示範單位17樓啦，咁嗰個2000多尺咧，大概咧就係570-580萬左右，唔到600萬嘅。咁如果大家想買啲細啲嘅單位啦，兩房左右嘅咧，大概13樓就是、東北角呢一軚嘅呢個單位咧，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佢嘅室內面積咧就1086尺，有個大啲嘅露台379尺，門口呢度入嚟啦。咁我哋頭先分享過兩房嘅廚房大概係咁樣嘅，廚房客飯廳位置，然後咧一間房就喺呢一度，另外仲有一個好大嘅主人套間喺呢度嘅，咁露台就兩邊都可以去到嘅，咁好似類似咁樣嘅一個兩房單位1086尺咧，大概13樓左右嘅話咧，就會係230-250萬左右嘅，咁景觀上邊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嘅，嗱，如果係個 view 嘅話咧，呢個 B13 我哋擰緊過去，今次係東北 corner 啦，咁大家會留意到咧，你向住呢一個 corner 望出去都會有啲 building 係阻少少視線，但係你都已經會望到 Stanley Park 啦，同埋中間水景同埋啲遊艇同埋北邊嘅山景噶啦。轉一轉睇下啦，向住南邊開始咧，就會多啲咧係樓景啦。慢慢去到後邊南咧，就會係頭先係東嘅南咧，就會係呢啲多啲嘅 building 嘅。咁所以呢一個樓盤咧，主要比較靚 view 嘅咧，都會係向住北邊多少少水景或者高層嘅南邊啊。1818 Alberni 起出嚟嗰個位置就喺前面嘅，咁街嘅話咧，呢一條打直嘅咧，其實咧就係Diamond Street 啦，然後呢一條咧就 Alberni， 所以咧由呢邊一路過去咧就會越嚟越繁忙噶啦，即係向嗰個 area 就向東咧就越嚟越繁忙，開始有更加多嘅 high rise 啦，好多 West Bank 嘅 building 啊、shopping centre 啊嗰啲都喺嗰邊嘅酒店啊嗰啲，咁不過嗰個 north facing 咧就大概係咁樣嘅，因為呢邊呢條街係斜嘅，所以你向住呢嗰邊咧，天氣好啲嘅話咧，係會見到山景啦，樓層高啲咧就已經可以望到水噶啦。我呢邊望過去，基本上都見到啲遊艇咁樣喺度噶啦。咁後邊開始咧就係向南啦，就會越嚟越多嘅 city view 嘅。咁大家見到咧，其實佢向住北西北咧，附近都係會有啲 building 嘅，始終係單攤咧就好難話做到側邊冇樓咁樣噶啦。咁但係咧西北 corner 個 view 咧，中高層開始已經好靚噶啦。你或者一係就等我影呢個先。好，不如咁直接喺嗰度講啦，應該係咁噶嘛。你向住呢個 Rolls Royce， 人哋要我買車，咁4樓定住都係4樓？係啩？4、5、6、7、8、9、10、11、12、13、14、15、16。咁唔係喎。如果21、21開始，21、20、19、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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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咁我寬度都真係幾寬嘅。講多次啊，4.5米。好，個 island 咧。